男人被铁链紧紧地锁在石柱上，女将军拿起烧红的铁棍，一把将铁棍插入男人的心脏里。可下一秒，这个男人就开始变异，他不但没有死，而且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怪物。女将军没等他放更多的狠话，就当众把他的头砍了下来。他们使用火焰点燃尸体，没一会就化为灰烬。而且女将军从他身上找到一份战略地图，上面说明有一支怪物军队正在往这边发起进攻。男主迅速往家里赶，决定要带母亲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。 可他们正要离开时，小镇的居民带着烧红的铁棍过来找麻烦。因为这对母子的到来，他们的小镇常年被乌云笼罩。他们怀疑这个母亲就是一个怪物，决定要用烧红的铁棍验明真身。男主挡在前面，不允许他们这么做。见情况，居民立马发起进攻。尽管男主身强体壮，能击退几个，但最终还是双拳难敌，四手被打倒在地。母亲见情况，决定妥协。他拿起烧红的铁棍，烫在自己的皮肤上。最终的结果证明，他确实不是怪物。这帮人才决定要放过他。 果然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挑苦命人。事后，男主来到山后散心，和他们交好的老头找了过来。I would have helped, but there were only 10 of them. 男主没把他的话放心上，老头说怪物大军真的会降临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。他让男主爬上山顶，找到一朵特殊的玫瑰花。玫瑰花之下有金刚石的圆框，把那些材料取下来就能帮他打造一把独一无二的宝剑。刚被欺负的男主正需要这样的东西，没有丝毫犹豫便往山上爬去了。这时，一个名为阿瑞斯的人突然来到老头面前。 原来这个老头竟然是奥林匹斯神殿的万王之王宙斯。